我们先正式宣布 cosplay 几乎都用完了。对，那最后一组就是我们的猎人兄弟出场了。欢迎我们猎人兄弟组小杰跟奇亚。呀！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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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陈继峰，谢谢我们三国小剧场猎人的演出。马上魔王请吃饭。在他们正式开始之前，丰田，你要不要看一下现在的分组，评估你要不要压住？啊，少爷有机会哦，这一组有点机会。年年，少爷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压你们会赢。好，压住，压住，使用第二张卡哈，来计时30秒，现在看他们做几下。很快，预备，不要那么多了，还放30秒。一、二、三，好 man 哦，蛮重的哦。五、六，这不是我们，这不是我们节目的，真的耶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20、21，好歹也讲个笑话嘛。28下，平均大概一下下去，差点是1秒1下的状况。来，第一组就位。第一组大逆不道，怎么不是天底下去玩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是你啊？想要凉快一下，太热，快吓死了。应该就把整个搬下去。是宠物的，你这砍下得住啊？那个不行，压低一点可以了，压低一点可以吗？哎，就是要转过来，你转过来用屁股坐着，坐的。对对对，转过去。有机会，来，准备啊！帮我坐个几下吧。预备。还没有，回来！哎，你越久越累哦。没有，他要起来呀，他起，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没有啊？你们都是提着，只是平行的。你不要聊天，对，你要起来，要起来，像这个姿势。你要起来，像这个姿势。你要起来，像这个姿势。好彻底！哎，谁家柯基？谁家柯基？柯基接下去。哎，各位，第二组有机会了，少伟哥是有在上健身房的。我觉得猜拳，我猜拳的，过一拳干嘛？我猜拳。我们俩，你就会练，我不会把你弄下去。少伟哥帅的酸到了，你不要猜拳。哎，来来来，放下嘞！来来来来，不会躺，不会躺。不要在我，不要认真玩的，不要在那边闹，大家认真玩。来，各位，第二组少伟哥鲶鱼哈，这个爆发感觉他可以直接整条牛翻下去。如果鲶鱼不认真，他也要。好，我们秉公处理。没有什么手，我想说。来，准备，预备。快，有。3、4、5、6、7，看他的动作很标准，动作标准，10、10、10、10，加速，稍微加速，再一个，加速，加速，14、16、16、17，加油，15，9，我们旁边有计算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管是这边讨价包的25下，还是这边的20下，都没有过关，对，都没有过关。哎，你刚才有几下没有碰到水啊？来，诺斯杜华，你来。不是啦，诺斯杜华，看你，看你诺斯杜华，我下干嘛？我下干嘛？你自己干，自己干，嘴巴在写，那身体很诚实。偷钱替证实。计时开始。他先憋死。好烂哦！你不要再牵着。假发掉了啦！
来，赶快站起来。来第三组，这一组应该不用看了吧？跟魔王请求，不然小号五下就算你们过关，好不好？五下，可以啦，五下很难呢。对啊，不是十五下，你确定你十五下打五下把它弄下去吗？五下，十五下又过关，你怎么样？可以 OK 吧？十可以吧？这算吗？应该 OK。对，你们决定。OK 就 OK 了，十五下，大家标标准准的十五下。不要相信小杰，他是讲话系的。小杰加油！单拿掉，我怕你不会，可以，你相信我。好，一组三十秒，十五下过关。一组八万，这个那抓好。哇！哇帅！敲敲敲板，敲板，敲敲板！你这八压架，把你束缚，把你束缚。好了好了，你帮他压，你帮他压，上次帮你帮他压的，跷跷板的排队哦。来用，你看用全力，来加油，来挑战。有。狗狗要来玩，来准备第四组交位。第一组能力者，能力者，一哥常常这种关卡都跟花姐一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会过关。又来了，你要背高高吗？我不要背高高，我们我卖我卖我卖哦，我卖我卖。拆掉，拆掉了，来拆下来嘛。不用了，来来，我们赶快开始来。来准备哦，你这样可以吗？我会不会太用力？哎呦，三三可以，四，我们以旁边计算的为主哦。有，好，来真的，来要、哦、认真哦，好痛哦，哪里痛哪里痛，后退后退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加油，对对对，直接暂停，好，对对对，十一，好累哦，十二，啊，五六，健身为了避免下跌，加油，十二，海军，把花打好开，我翻身。啊，真的不行啊！20下，很强哎，20下很强，一哥展现了一个爸爸的威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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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兵有兵。好，那接下来到最后一组了，最后一组，最强东风破，东风破少年，来，最后一组，东风破烂，最后一组，立冬明明是帮人家压的，脱 T 恤啊，你不是在健身？对啊，那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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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3个月，拜托，太久了吧，一整季来。准备计时30秒，预备。天机小姐，加油！加油！天机。哦，哪个？四个，加油！怎么没有？以旁边计算的为主。有啦有啦有啦！他头发，头发强哎，这样蛮帅的，蛮很强哎。张立东，张立东好湿哦。张立东，你要给他打气呀！加油！包钱包钱，天地小钱，包钱包钱。哎呦，可以哦，有机会哦，可以哦，为了钱了，小心下巴不要掐到。好一下，几下？28下，过了。刚才他们就是28下，平手。哇，没有过那标准。要不要加赛？没有过那标准。要不要加赛？要不要加赛 ？PK PK。我觉得另外两个人。加赛了，对，搭档加赛。你说立冬跟威那个阿伟 PK 我外加立冬，对，你现在可以派师傅出去了。他讲话底气不一样了，来 PK 吧，因为平手啊，看不太到，可以啊。好，进入 PK 加码赛，接下来是魔王的 PK 加码赛。阿伟很强，好不好？10秒，短一点的，让我们看一下。让我们看一下爸爸的腹肌啦！十秒，十秒钟，十秒，脱上衣啦！脱
机啦！哎呦，看一下，送节目秀一下，爸爸腹肌！哇！有钱人才有时间练身体呀！来计时十秒钟，预备。好帅！我靠，他好像阿木。加油！哇，帅！有钱人就是这么平凡朴实。一秒一下，输哦！阿伟，哎呦，倒三角，阿伟，来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你也要脱吗？张立东，张立东也要脱吗？张立东脱一下啦！张立东也脱了啦！别掉一样，脱了啦，张立东，一样啦，因为我妈都看不下去。好，张立东。PK 加码赛准备，十秒钟之内，你只要跟他打成平手，平手对，平手就算张立东赢了，平一个，张立东加油，加油，张立东，他不拿，他说不要拿，哎，偷不漏都倒了，预备，十秒加油，加油，投要投票，投要投票，哎，输了，笑容，笑容，笑要笑，牙龈，牙龈要露出来，笑怎么办？那我们知道你是亚洲舞王张立东，快上一次500元，请尽速缴纳哦，科科。所有人都挑战失败，魔王再度的守住啦！全员请回游览车。